我们球队一直以来不管是桃园璞园或桃园领航员，我们的球风都是一个团队的球风。那从他们的数据上面看到，他们可以得分，可以防守，可以助攻，那大家在各个位置上都可以各司其职。那我希望我们还是一个团队的一个团队的球队，然后打出一个好的成绩。嗯，所以要当台湾最好的射手，其实对于这位球员，你有没有给他一点什么样的意见，或者对他的期待是什么？他绝对有这个能力，但是他因为他比较偏三四号位，所以呢，我希望他在三四号这个位置可以顶上台湾绝对是最好的射手，而且他绝对有这个能力在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耀成小白啊。他要当 carry 嘛，所以一号位要让给他。对对对，他也要当最好的射手。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这个进攻的团队上面，就是一二三号位上面都有一个很好的外线的角色，大家都肯把他扮演好。那因为我们已经确定找 Sunny 就是我们的外籍球员，他是一个很会做组合，然后在里面有很强的牵制力。那所以我也希望在这个新的赛季有卡帅的带领之下，我们有很好的内外 的配合，然后找出好的外线空档。嗯，好，再看一下中间右方。好，谢谢执行长，先稍微让我们的正阳呢再来进行一张独照。今天的选秀结果非常的满意，那今天选到都是我们当届今年非常优秀的选手，那也希望他们在未来能够在赛场上有非常好的表现。今天讲说这些选手不同的特质，还有你看上在选秀会中选中的球员，技术面一定没有话讲。那我喜欢他们的除了技术面，就是在球场上的态度积极认真，然后私底下的品性，其实这些私底下我们都会去调查，那就是很喜欢他们。当然是除了球技还有个性。嗯，大概可以聊一下状元的部分嘛，我就选择张振雅，因为那时候你们在测试会的时候有提过振雅跟陈范，其实两个之间那时候你还在犹豫，最后决定振雅。他们两个都是非常优秀的选手。那振雅他，大家知道他最厉害就是他的外线。那如果再有195的身高又有外线的话，那我觉得是我们领航员目前非常需要的一个锋线射手。那也希望他未来的准度能够越来越高。新竹接口大学的白佑成成为选秀的探花。小白今天穿的相当的帅气，欢迎你来到台上接受执行长送选的帽子。恭喜小白！再送给探花小白。哦，小白，他在我们那个测试赛的时候，其实表现得非常好。那不好意思被我抢了焦点，这样。但其实不好意思啊，对，但是他就是我很喜欢他。当然他的速度很快，但是他的优点就是他传球的速传球出球的速度非常的到位，然后可以做出很多的 lead pass， 就是可能是人都还没有跑到他的球就已经到位。那我觉得这是在这一届看到比较他的表现比较特别的地方。